把空间还给小黑，空间已经稳定了，已经无法回收了。你来晚了一步。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？如果小黑死了，你还有什么立场说是为了妖精？我无话可说。 再回头还来得及。身为一个人类，你居然强到这种地步。但是，我绝不能在这里输给你。我还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。